为什么超哥不打你也不打了？这个路遥不打我肯定不打呀。对，这个首先你要打的话，你肯定会要工资打呀。然后，但是你要工资打，你就不能直播，对吧？你要一边直播一边打的话，就很抽象，你知道吧？就首先你会被外面喷，就你个逼打职业还搞直播，就你一心二用。然后就是队伍里面还有阿罗跟蒋岸，他们不直播的，就你在那边打，这一个基地5个人，妈2个人再好好打，3个人在那边直播狗叫。大家上一个班，有3个人在赚外快，我靠，这谁受得了啊，兄弟！而且你这样节奏又多，压力又大，就很怪，兄弟就很怪。是这样的啊，就你要想想看，路遥如果不打，然后我跟徐俊森继续打的那个画面。首先，路遥不打了，我们中单很难找，emo 跟那个 nothing to see 是平换的，就是你首先可能没中单，找不到中单，完全找不到。小毛自己也有队，然后我们两个打，怎么说呢？你要敢直播吗？你敢直播，到时候比赛没打好，你直接被冲烂。然后直播的时候还会有个路遥一直在嘴你，兄弟，就他妈整个就他妈一直盯着你，就打比赛的时候就盯着你的 V 列数看，一直在嘴你，哎呦兄弟。然后我是比较聪明的，森哥是属于比较笨的那种。就我在西雅图的时候，那老板问的时候，我就说路遥不打，那哥们儿也只能跑路了。然后森哥是，就我跟路遥是在西雅图的时候就跟老板说好了，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，应该不打了。森哥那会儿应该是还想打的，他后面好像是被老板劝了3天，然后才不打的。徐云森也是想了一圈之后被劝想明白了。就你打职业和直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就你直播你就是弹幕兄弟，就你在你可以怼别人，就你只要往那边一躺，然后看别人打比赛，然后就弹幕呢又比较笨，就比较蠢，就你随便嘴两句。就你就能那种呼风唤雨，就在大家比较蠢嘛，就你听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就在那边就会像传话太监一样，到处哦，到处那种煽风点火的，就跟着节奏走，就很呆软。就你这天在那边点评这个点评那个，爽的一逼，你知道吧？就你自己去打的话，你就是等着被点评的，你懂吧？就你肯定是去嘴别人比较爽，而且本来。说实话，我当时不想打，我主要还有另一个理由，但这个理由不太方便说。你也可以说我尿了，兄弟，我投降了。因为本来打职业就是看，好像国内队伍都有点菜，想着，哎，我上去蹭两口。后面那会儿在西雅图的时候，就听听那些就是别人组队嘛，然后听着听着，我操，还有这种队伍吗？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要不算了吧，就给我吓尿了，兄弟，我他妈准备投，就准备溜溜球了，反正就大概这么个情况，兄弟。怕遇到 BB，肯定不是 BB 啊，肯定是怕国内的队伍呀。国外队说实话没什么好怕的，这真上去跟雪碧打，那谁输谁赢还不好说呢。反正没打过，不是雪碧跟我们训练这还好的，雪碧不知道为什么，就雪碧这个队，他训练跟你演一演，逗逗你玩，那比赛猛得像个畜生。我靠，跟雪碧训练的时候感觉雪碧就是猪。去要年纪大了不打可以理解，我这么年轻退役干嘛？我没说我退役啊。我只是不想打。你刚打完 TI，你还要打的话，你12月份这个比赛又要打。你知道这个无限连着打是什么概念吗？本来就亚运打完就去打 TI，打完 TI 再继续打12月 ESL，就无限打无限打，太折磨了。对，主要他这个石油杯铁了心的跟那个 TI 杠上了呀。正常 TI 打完不会有什么比赛的呀，但他就一定要他那个积分赛就一定要 TI 结束打，然后你选手就会很难受。一般正常来说，选手打完 TI 都会。混一混，滑一滑，他一定要接着打这个孽畜啊！有钱还不乐意？不是你加班也有钱呀？一般来说，加班有个屁！真的假的？加班会没钱吗？肯定有的呀！你别搞呀！你这个对应的不是这种情况，那个对应的应该是那种就是职业选手天天在那边卷路人数量，然后你路人打得少，别人会把你踢了。你这个加班应该是对应的这种情况，这个比赛太多，对应的是另一种情况。打比赛来说，一般来说很少有队伍能一整年都保持状态，就他总会有混的时候。强如雪碧，他也要混呀，其他比赛他也得混呀。吉吉也拉垮了呀，那石油杯吉吉不也拉酷了吗？妈的，波波卡！妈的，波波卡！翻出了他，帮他妈球出报仇，啥意思？这也带节奏吗？哎，没办法。到时候感觉查队的手要被卡神给握断了，这 IG 感觉查队根本不是 IG 的对手，以后我兄弟球处只能在天地上欺负卡神了，比赛里面应该是一把都赢不了了，哎，替他难受，手要被握断了。我说的卡神是波波卡，不是胡良智。哎，玩个大树吧，养生，玩个养生点的，不是我选大树，说明我肯定想赢啊。哇，他在假安这个畜生。你们打 TI 不会凤凰吗？打路人选个大树来选个凤凰来骚我大树，这个孽畜！哎，是吧？我应该是到点了，
打团有凤凰，对线有奶绿。哇靠，这蒋安真是个畜生啊，操你的别啊。妈，蒋安过来他妈点了个针眼是什么意思啊？说实话，米波奇看来跟我打法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往他们脸上走的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送了。我靠，牛逼，打两个！蹭一下。我就问你们，到时候如果 AR 直接拿下 ESL 冠军，我有没有我的一份工？是不是哥们退役了，给叉哥让的位置？你承不承认？肯定跟我有关系。天辉获胜。